Y83 系列液压蟹柄机能将粉粒状铸铁蟹、高排号球墨铸铁蟹、合金蟹、钢蟹、铝蟹、铜蟹等其他金属蟹冷压成圆柱形柄派，在不用任何粘结剂的情况下，密度大于 5.5 至 6.2 吨每立方米，班产8到20吨。本机立式结构，柱钢上下梁，自动喂料，自动出块， PLC 控制，配备顺序调整显示器，循环水冷却，单人操作，国内外用户近1000家，国内独家生产。